Hello，你们是蝙蝠之友吗？是的，是蝙蝠之友，请让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真的啦，有进去过蝙蝠洞的，真的，我们说真的有进去过蝙蝠洞。OK， 谁在你喝醉？你有爬上去吗？好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们这群年轻的蝙蝠，千万不要说自己是老蝙蝠。那，是你要介绍蝙蝠？没有啦，其实，我其实要讲一些小故事啊，就是台中开始有民歌屋的时候，民歌坊。两分钟哦。哎，对，我们一开始呢，先有艺坊。艺坊除了艺坊这间以外，还有一间叫做朝代，还有一间叫做绿咖绿番茄，你都绿番茄，然后后来大家没听过绿番茄，后来绿番茄就改了，叫做田园，然后艺坊没多久就出了一个木船，然后蝙蝠洞之前叫做老船。老船长，我怎么 get 掉呢？老船长里面有你不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不是乱讲话。然后老船长之后才改成叫蝙蝠洞，然后一直撑到99年死在一个人的手下，他没有来。不过名字吗？这样那是转型了，是那是转型。杜秀川。不过说真的，就是这一段时间台东出生台东的歌手，台面上的我们不敢说了，大概80%都会跟这些民歌屋有关系。天后啊，天王啊，还有30秒。哎，对，警察。警察。对啊。都在还有吗？还有这一群，我们这一群都是没有出唱片的了，到这里。对，但是他们都很厉害。对 ，OK， 那今天老蝙蝠大家一起，我们的排班表在那边，你们要点歌吗？可以点歌，你们可以给我们点歌单哦。讲真的，没有点歌单直接喊。对，没有，不对不对，我不会唱，你要给我们点歌单哦。对，然后你们点的歌要在我们的点歌里面。要在我们会唱的范围里面。对对对，你要记得那个民国80年前后，大概3年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就先这样了。我们蝙蝠洞上课了，不是上班了。那我们要介绍我们的第一组歌手，然后我们是按照辈分来排的，我们先从最年轻的开始。所以我们最年轻的大概也是28岁，好多银行都放在那个银行里面，很多银行，对，很多放在银行里面吗？好，我们的季春跟辉英，他们是重唱，耶、yeah ，他们是当时的那个女重唱，不是这个名称呢？哦，我不是啊，那时候叫什么名字去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名，没有团名。你刚不是说什么双东还是什么？双东嘛，就是台东加台东的，台东加台东。对，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还在读书嘛，哈、okay ，所以都唱第一班，没有人理我们。对，对，我们都唱第一班，应该现场的朋友应该很少听到我们唱歌啦。杰春，你们还好呢，我唱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听民歌了，都酒醉了已经。所以你应该要第一个才对，你最年轻。我好好当弟弟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演唱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曲。谢谢。吃螺丝的时候那个笑一笑就好了哈。我们跳的歌都比较偏，偏甜，你们都比较辣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比较甜哈。来，慢慢欣赏，谢谢。你看，第一个就吐槽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因为我要给他看歌单，结果我放到他给我的竟然是错的。那个在唱之前，可以请问一下你们那时候一般多少钱吗？还记得吗？有那时候有
怎么经历过两个老板，所以好像不太一样哦。真的吗？哪个老板比较不好？你报一下钱。我忘了，第一个大概多少钱？倒的那个比较好。倒。难怪会倒，人事费用偏高。是，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可能会唱到十一点，你倒太呛吧。是昂首往天涯的尽头单飞，狂风把眼泪慢慢的吹干，有一点孤单，终究要离开你，往陌生的山头飞去。就这样努力的飞，就这样努力的飞，满心冷冷的风，满心不断的感动，守候是为了重逢。姐姐比较厉害，歌名叫做《茉莉花》啊，教跳舞还是比较轻松。其实哦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，拿起来示范一下，一本大号那个字，知道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很年轻，所以放很远也是看得很清楚啊，好眼睛。所以特别交代字要写大一点。对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唱主曲。那会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跟着唱哈，都是你们会唱的。哎，主曲吗？主曲要野百合。木木花呢？木木花呢？对啊。
哎，已经那么大字了，你还看不到？你戴的不是老花眼镜吗？他们说我们已经变木木了。已经不是野百合了，野百合变木木花。唱的歌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有人看到直播，所以给他 call in。call in 什么？喂，直播哎，手机。唱点快乐的歌吧。好。